近日，在辽宁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4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，我省规划了重大清洁能源项目48个，总投资超过8000亿元，涵盖风电、光伏、核电、抽水蓄能、天然气、氢能和清洁取暖等领域。目前项目建设的各项工作都按计划有序推进。